好，来，我们这一段时间先练习拼音。老师说完才轮到你们，老师点完才轮到。啊啊啊！再一次。啊。一一。哦哦。呜呜。啊啊。一一。哦哦。呜呜。厉害。啊。一。哦。呜呜。啊。一哦哦哦，厉害！再来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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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一。哦哦，呜，一一呜，好厉害！一一哦，好。刚是母音哦，现在加一个半给他哈，告诉我。啊啊。用鼻音腔哈。对不起。嗡嗡，很好。嗡嗡嗡，啊嗡啊，好。嗡嗡，好。嗡嗡，音。你好，嗡，好，嗡，嗡，我，再一次，我，嗡，嗡，木，很好。注意看，啊啊啊！比那个可的音不要那么硬啊，有嘴型。啊啊！一，哦，哦，很好。哦，过。第一个字老师先写，等一下就轮到你写了。再给我。啊啊。
公。好，请念。阿公。树，好，再来一次哈、哦，来，老师放慢。米树，耶，米树，好，里面的同学来，请一个同学上来写，位置谁给你？来，同学来，米树，憋出来，米树。就是，他是谁？阿公公。好，米树。米树。如果阿公都不在你身边，他住的地方跟你不一样，你想要看他的时候，你会去哪里？他住的地方。好，那个去阿公家那个动作叫做米树。所以中文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说？去。去阿公。住我们家，去看他，拜访。好，来，米叔，阿公，阿公，都，阿公，好。什么时候去？明天。明天。他来，在哪里？好，爸爸，好，爸爸，爱，
啊啊谁来帮我写这个字？自动处理，自动正。同学念一次看看，刚刚你们拼的。我是秘书，爸爸读阿婆阿公一代，爸阿婆爸爸正。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一起念。八八正正好，把刚刚所学的全部念出来看看来。米数卡布都阿贡伊来爸阿奴八八正好，八八正好。今天是安妮妮，过了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起来他就是八八正好。刚刚老师说。什么意思了？去找阿公，去拜拜，哎，拜访阿公，阿公在啊，在台北。你说谁要去拜访？我。好，来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。好，来。整句的意思呢？明天早上我要去拜访阿公。好。他呢？台北，好，那我们就明天早上我去拜访阿公台北。明天我要去台北拜访阿公，明天早上我要去台北拜访阿公。还有没有别的？
解释了。嗯，我把它说通。明天早上我要去台北拜访阿公，还没有别的。我明天早上要去拜访阿公，还没别的。嗯，在台北。在阿公。哦，我明天要去拜访在台北的阿公。请说一次。我忘记了。我明天要去拜访在台北的阿公。对。上完了。